跟我不喝，你不喝好使吗？孟婆答应吗？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全军出击！吃的啥？感冒灵。我的感冒灵，我都直接给它撕开，直接倒嘴里，然后我拿水一漱，我都不拿它冲水喝。简单又快捷，对呀、啊，这不灭不让我打呀。死亡是一位严厉的女神，炸他，攒法力流气弹。石头人耗半天还没我回的多呢，吃我一个不灭，什么打野梦魇，没事，这俩人打不死我。打眼儿的。他还有最后一瓶药啊，我们只要不被塔砸，他就耗不了我多少血。这事儿永远都不会停息。吸血怎么说？吸血炸，别打扰我们俩！你瞅瞅，你给人，你给人引过来了吧？我操了！我疾跑开起来吧，纯他妈害人精啊！我值啊！你别来呀！哎呀，我都服了，哥呀，你是我哥呀！我操了，那梦魇还闪现一我。滚蛋滚蛋，你们的精神纯害人精啊，动无比。我开疾跑都没用，都硬追。也许数瑞玛的衰弱是注定的。本来我前期老顺了，我跟这石头人在这你补我补的，你农我农的，俺俩农来农去的，我跟农可开心了。你们的灵魂将会被女神称量。打个不灭。
清算。死我一招。咱就 Q 兵，你不用在那晃。我现在已经一百多个 Q 了，六分钟我值得一百多个 Q。完了，没 Q 死，他没有药了。他也没有药，他没有蓝，打个不灭。真累呀、也不愿好好补刀啊，这不过没关系，这把我已经决定了，我决定了一心只抠了，我就无限出险西地的装备，队友与我没有关系，我们只 Q 兵。王就要降临了，我不带生气。应该不能来吧，烦恼之物们最好在梦觉中沉睡。牙锁咋又没了呢？就要开始了，你俩到底玩不玩？你是不是有毛病？不好好玩游戏呢，这人呢？那他妈中路那两千兵不收，我去收去，我收中路兵还不行吗？我去中还不行吗？啊！我操你娘的！你等着，你等着，我这波不打死你，你等着，我他妈不搂死你！欢迎你在这儿来，欢迎你来，欢迎你来。到了，喜欢来。再来个捡兄弟，加了24，可以啊，出个耀光，
来个散件王吧。现在我们的捡息地高达37%。太难玩了。他们没有点别的地方干干吗？他们就只抓我是吗？没有别的地方去了是吗？就一直往上跑，烦死了，真的很讨厌，一直来。舒瑞玛的时代，这连击赢啊！我的妈呀！炮车没补着，还有没有啥捡息地的装备了呀？这俩都卖了，可以。这俩都卖了，来个大冰心儿，减他20%的息地先。他就不让你好好玩，即使没用他也不让你好好玩。本来就没什么用，就是不让玩呗，不让玩那我也抠逼，不让玩我也抠逼。别他妈给我点了，谁呀、啊？这有精神病，我能不知道拆尔塔呀？给我那显摆你会拆塔还是怎么回事？600塔嘞。
个都能空了，我的妈呀！我这辈子做的最错的一个决定，就是相信了这个刀锋居然能一中人，这是最错误的一个决定。不要考验我的耐心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打俩应该没啥问题。没有分离者，伤害还是稍微差一点。再推就得让人抓回家了。再把出个血色。天空是无用且垂死的星辰。这边是不是要打峡谷啊？守候了数个世纪。几个人啊？不全来了吧？他们峡谷不打了。狗头抠到塔有层数吗？有啊，抠塔加三层。永远都不会停息。咋那么多人？你们是一个人不会收信儿还是咋回事儿啊？没有黑暗就没有破晓。先把火蓝帮我杀了，可以打。我他妈让你抓我，我操你哥了！我他妈让你抓我，来，我让你抓我，我他妈让你抓我，你快抓！我一边铲。呀，这化为尘埃，化为的是啥呀？一个人不会收信儿是吧？
喜欢两个人收，一个人不会收线是不？喜欢抓抓。小龙打了，加十二。小龙打了呀，把小龙先拿了。抓人，我操你奶奶的，喜欢抓人。哎呀我小妈妈，哎呀我，你还他妈敢飞回来，幽灵，我操，不要考虑我的耐心。回家了，来一下子，少十二，那火蓝没地儿不会玩，我的蟹手给谁出的？我的蟹手，我的蟹手给谁出的啊？我这蟹手不是给你们出的吗？那杰就搁后边瞅着。这帮人打了我三圈，你还敢上来？我操！你还敢上？你还敢飞过来？喜欢飞飞？天空是无用且垂死的星辰。偷兵，瞅我是吧？喜欢瞅，喜欢瞅，那火蓝，瞅什么？咋的呀？咋的？咋？你们抠了，又飞，啊，又飞！我抠你一下，你不跑？这事儿永远都不会停息。七七七没到七七七，再扣两个兵就是七七七。没有黑暗，就没有破晓。梦魇打不了，打不了狗头狗，打不了。好像是可以挡一部分，好像。
挡不了一部分，挡不了伤害。这种普通攻击类型的技能好像是挡不了伤害。银马的那个意义，我愿意前往。杀我们家炸弹人呗！啊，杀我们家炸弹人！你觉得我能放你走吗？你觉得我能放你走吗？啊，你觉得咱俩这是有完没？咱俩能有完没？你觉得？你觉得咱俩有完没？我他妈给你一下子，我让你干开！小龙打了，你觉得我能让你走吗？有些事必须一直掩埋。我也不上，他们要上我就在这 Q 兵，他们要上我就跑。我们要是先上了，石头人给我们大躺下，我们就死了吧。我们不上，现在这火蓝打我比较痛苦，他也是不打掉。承载着不朽，跳舞，石头人，前期给我跳舞。啊！又打又上又上又上，我上！不行，咱就杀石头人，先杀火蓝，别人没伤害，我给你一下子。又飞我。梦魇又飞我，哎，就飞我，就一直飞，别人不飞就飞我。给大家结个账，真是头真是硬啊！谢谢彪兄弟。